哎呀，直接死。加入的十一号，强制启动，啊，该不会像那个扩散的暴君一样，一轰爆炸了？啊，变回了机器人。啊哈喽哈喽，他是机器人啊，刚刚看到了您讲话。他这个比较漫长啊，红色鸟毛。那个是加鲁达，他是那个超电磁机器人系列的那个敌人啊。他原本是坎贝尔星的王子，可后来才发现他只是被制作出来的机器人。所以现在我们的魁爸玛要解放他，然后从头到尾没有人爱他，只有一个叫做米娅的女机器人爱他。我觉得我看看能不能尽速的把它结束，今天明天就可以结束了。加鲁达，我来解放你的身与心。哦，你说的就这个吧。加入他，加入他，加入他。小子，乖的。阿法他算比较简单了。
やりやがったな。なんとか。暴击！被挡住了。这两台要抓来把打爆吗？哇哦！
七六趴掉了。普通兵有那个体力啊。把它围住吧。近三千呢，差一点就那挂掉了。
幸运跟努力是69%。
波亚商魔神皇帝，魔神皇帝不是那个吗？假如操控的。加速了也没用，一燕只有五啊。还好还好有体力，每刀都撞击到的，然后这个就没有。
等级好低哦。我觉得你用火好像也没用，用战力吧，让敌人的气力都下降。5000。又没暴击，
又不见了。
下一关。